这是密斯特·图达的，是我们管我们负责我们所有的国际留学生的老大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平时的日常学习，然后课程安排，还有日常的上学迟到这种，然后一切关于 homestay 事调换，然后更换，然后包括一些对学校的态度，都是他来负责的。人非常好，对我们非常非常照顾。像我们平时一些学习问题，然后课程更改，全都可以找他。然后有些说包括学生之间的矛盾，也可以来找他协调。OK。Good. Well, thank you. I hope you said some good things about me, Claude. 你好 and 下 Chen.